想咱台湾拄着同款的代志，咱都爱甲放互袂记哩。近期我去知影讲，咱咧翕一片辛德勒名单的时阵，这个导演曾经是一个记者，伊感觉讲，伊做一个记者的身份，伊爱将当地所发生过代志，伊爱真详细甲报道出来，互人去会当会记哩。咱伫遮看到迄个辛德勒，伊当伊赚真侪钱的时阵，伊无去想讲我变来享受，我变来我家己欢喜就好。伊开始去帮助着犹太人，甲因讲，我要用钱买因的性命。对囡仔一直买着，一直买着，买到伊破产的时阵，咱拄则看到伊拄啊。你家己责备家己，感觉讲是安怎？我那免我加买一两个呀。我这台车我若卖坐，我会使加买十个。我这手指若卖爱，我会使加买两个。伊伫自责家己，咱拄则听到伊咧哭，吼、迄个声。你应该知影讲，是安那咱台湾人煞比这较歹命。因为咱要未算小，咱就要予当作无发生，安尼要甲处理过。咱台湾的媒体感觉起来拢无一个勇敢，将这个台湾捌流过血所在，这个事实甲报道出来。我感觉这个媒体实在是枉然，因为伊唔敢。所以各位同心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相信恁看到这，你应该要给你的孩子什么话，你应该知道是一个社会责任。因为咱若无去看到这个社会责任的时阵，台湾会变作这个事件用偌济人流过血，甚至过十年了后、一年了后，你敢问讲二二八事件，当你的孙啊来跟你问讲，阿公。这个二二八为什么要放假的时阵？我感觉咱就失败去啊，因为这是要纪念啥？你看到犹太人红台的时阵，因甲即阵哦，每一年阿公带孙去甲迄个辛德勒的面前，伊会望遐甲伊讲，甲伊的孙讲，你爱记哩，这个人伊为何人权的关系？伊阿弟阿会记哩，咱若无伊这个人，甲咱用钱买，都无恁家，咱这块土地嘛无去，这块土地是永远充满着暴力、老火，所以伫咱台湾内底，你唔早去发觉着无？独家影片内底有报道讲，因为人道的关系，所以伊去用处死刑。甲吊起来，咱看咱台湾，敢有人道都是无。咱有一个人，敢为着二二八事件去用枪杀的嘛无。有啥物人去用罚钱的嘛无。有啥物人受到处分的嘛拢无。更加可能是，伊即马教育咱后一代，甲咱的囡仔讲，这是一个冲突而已尔。是一个无拄好，一个小小的冲突，咱唔通去记在里遮，咱爱亲像中国人迄种圣人，爱会晓赦免别人，爱会晓哦原谅别人的过失。我大概拢甲我囡仔讲，老师若甲你教着遮的时阵，你也甲讲，拢也未算小，是变哪变哪叫做原谅？咱的小拢算未清楚呢，是变哪叫做原谅？那要原谅，应该是你爱将你欠我拢总甲算算嘞。你真欠比个道歉，再过来讲。也毋过，我一年一年看过着遮个受难者的家属，有当时看到咱的政府甲伊头缩缩嘞。流氓政府甲伊讲啊，你着较乖嘞，我拨偌济钱互你，啊，你着卖个乱啊。等咱看到遮，咱今仔日要讨的毋是这个物件。是这块台湾流过血土地，你爱将伊
做一个境界，千万千万唔通过一界，千万唔通过第二界。要唔过我甲看咱即马阁继续落去，虽然咱无这种道善，要唔过我看到即卖人，家己已经变得真自私，已经无迄个勇气去提出真正勇气讲啊，我应该爱为我的土地来做虾米代志。大家父母拢给囡仔一个观念，你阿介都爱好好读册。啊！读到大学了后，佮出国留学，上好是对美国拢卖转来，永远卖转来，全留到遐就好。等你把家己个囡仔安尼教的时阵，伊大汉了后，伊会感觉我甲即块台湾岛属，佮有啥物感情，永远都无。咱今仔日要讲个心灵个教育，毋是要去甲咱挑起着即种悲情，毋是讲要去甲。唤起讲，咱古早发生哦，即真艰苦、真悲伤的代志，啊，咱就拢卖讲啊，唔是好袂记哩。我相信，等有一个人，若装入领导内底，拢甲你太太死。啊，我若过去领导甲你讲，啊，你爱原谅伊，你爱原谅，来当原谅是上好，甚至有个人甲你讲。啊，这就是顶世代做歹，所以你这世代才会发生安尼。那用这种因果论来甲咱讲的时阵，我实在唔相信讲咱台湾人敢真正顶世人大拢做甲遐歹。所以这无因果的关系，迄是一个流氓查拉政府来甲咱只甲咱偷窃、甲咱抢、甲咱糟蹋了后，上恐怖是甲咱的自尊拢完全甲咱糟蹋了啊！咱已经无自尊，所以伫几啊年前，我每一届若听到，阮较早庄头内底，真侪人咧做歹，拢是黄黄叶叶，但是即阵，人咧讲，即卖拢是咧笑善乡的人、善家的人，无咧笑迄种做歹赚大钱，所以你应该看，伫咱。这种教育制度内底，已经变成什么款？咱所有赚大钱的，有真心吼赚大钱，这政治人物，每一个人教人咧为台湾无，大家就是伊的钱会当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多。啊，伊甲恁教育，咱就是爱听伊的话就好。所以这个放不袂记哩。啊，毋过咱甲想一个看卖吼。等有一日，咱若甲袂记哩了后，这个情形变啥款？因家己教育起冲突，就是你会当发现，即卖囡仔是安那伫学校暴力事件较大。每一日你新闻拍开，有侪侪囡仔，甚至你的囝儿要去读册时阵，去学校讲哦，这同学真歹，去用欺负。当发生这个代志是安怎来？迄是累积起来，因为咱这件人道的精神也无处理，都永远无法度解决掉咱台湾发生过的问题。所以伫遮，咱若讲要要求囡仔读册读个真牛，我就回想到古早，咱若要考公务机关，要考任何试，就是爱先读一本。中国文化教材，你甲看了看，迄本册对咱敢有啥物帮助无？伊只是甲你讲，我这本册哦，读了你会使做一个人，叫做圣人，真伟大的人。所以你看咱的统治者一直叫咱去做圣人，但是问题伊家己歹做，伊家己乌白来拢无要紧，叫咱遵守就好。这就是有一日咱若阁亲像安尼时阵。我感觉咱的媒体已经无一个勇敢的媒体，唔敢将真实甲报出来。每一年，若个二二八的事件，这个纪念就阁到位，我相信高铁阁卖真侪车票，代替嘛卖足侪，啊，规路拢塞车。等你看到塞车的路的时阵，一开始
甲咱讲一句讲，哦，政府有德政，因为这个塞车的关系，所以我拢无甲恁扣这个过路费，啊，咱唔得爱甲跪咧甲洗多下，因为这个日子唔是伊甲咱优待免扣这个过路费，咱爱甲感谢，唔是安尼，是因为咱这个土地是用偌济人的性命。换来四天的假期，我所以看到学校的教师，伊从来唔捌要将这件代志完完整整甲你的囡仔讲。我较早捌真作业，问老师讲：“老师，228事件是啥？”迄时阵是虽然较开放，竟然老师嘛甲骗，伊讲迄个是共匪啊吼！惊咱团结去甲拍倒转去，所以伊派人甲咱乱啦。我讲啊，若乱那歪，那乱咱这砖头要创啥？伊讲啊，就是咱砖头吼，惊团结起来去甲伊，就是，互咱会当对这个政府反弹。啊，毋过我甲讲，规砖头拢互拍死，迄敢咧乱，迄无咧乱呢？伊讲，因为遐个人。从怕死的人是什么款原因？从怕死，因为因就是颠覆政府，要将政府甲扁平。我讲无呢，人伊出去买一罐豆油尔呢。伊讲，因为迄罐豆油是违禁品。哦，实在是你听伊咧讲迄话，逐项就是有啥物理由？我讲，就是迄罐豆油内底藏物件。伊怎甲解释讲？哦，伊就是出去买豆油，迄个店啊，就是吼，互真侪人豆油内底藏真侪机密，就是咧讲要安那颠覆政府的秘密，拢藏伫迄罐豆油。我讲哦，安尼哦，所以我嘛真听者顶辈人咧讲着，迄个时阵，只要那三个人徛咧讲话，一个人爱较紧走，因为袂使集会。三个人做伙讲做机会游行，伊用这个处罚甲你处罚落去，所以咱的百姓都爱亲像啥共款，拢总卖出声，认真做工课，啊，认真来趁钱，互扣税，安尼就好。但是各位，我相信咱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，是要予咱看到啥物货？看到讲咱台湾。爱精神，一直爱精神，因为咱会看到学校咧甲咱教育。我会记得我囡仔读册时阵，老师咧讲，相信真侪人拢有写过这篇作文，叫做《我的志愿》，我的志愿。当每一个同学拢讲，我的志愿就是要做科学家，我的志愿就是要做啥物货，做啥物货，讲甲拢真伟大。我的志愿，我写伫作文的簿仔内底。我甲讲，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塞拖拉机的司机。我感觉做拖拉机的司机真好，也当塞车对台北塞到高雄，高雄塞到台北，甚至塞到花莲、台东，会用将台湾甲西河头。啊，了解讲，哦，原来咱台湾嘛遮水，一边塞一边开。一边会当欣赏，就咱台湾遮尼水风景。严古，你知我的老师国小三年，甲我讲没出息。我感觉，敢讲咱咧塞拖拉机的司机拢做无出团吗？伊认为塞拖拉机的司机无出团吗？当然我是要细汉，严古，甲即阵我真想问迄位老师讲，老师啊，无你感觉？你若要搬厝，你要安怎搬？你感觉无出团，啊无你是要安怎搬？所以这就是甲咱表明一件代志，咱顶代甲下代学校的教育已经甲咱教育讲，家己管好好就好，唔免管别人。所以在祖先讲，伊未去思考着讲，咱若今仔日无拖拉机司机的时阵，啥物人要来载粪扫？什么人要来跟人斗车物件？敢讲每一个人拢总爱去做总统？不是。所以今仔日这节课内底，我真意爱甲大家分享着讲，
咱台湾要行出的路，是爱咱每一个人，你发出你真疼惜台湾这个心开始。你若疼惜台湾这个心，我相信咱对着台湾迄个感情是袂当去甲拆分开去。会记哩，这个流亡政府甲咱所教育的，我伫囡仔常常拢会去予大人甲我交代一句话，伊拢甲我讲，咱这是虾米庄，啊你毋好走过迄庄，因为咱即庄甲迄庄对立，啊咱即庄甲即庄无咧来往。啊，佮姓啥货、姓啥物姓的人，袂使佮啥物姓的人结婚，因为古早因阿公、因阿祖、因的祖台发生冲突，所以这个怨恨一直留落来。所以我一届嘛真想无，我甲问阮隔壁迄大人讲，讲阿伯，啊是安怎咱那袂使佮白庄的人做伙？伊讲迄庄拢土匪，我讲干嘛呢？啊是迄庄拢土匪。因为我问到迄个多是中国人，问到迄个中国人，我讲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做朋友？因为啊，那个台湾人太没水准，不要跟他过去。我讲为什么？啊，你那眷村大的囡仔拢是高级的吗？不是。所以伫家里也看到讲，伊已经甲你教育，你开始爱分裂，做着分裂的动作。直到读到高中，这个训练的教育也阁无改变。伊知影讲，即马甲你用族群的训练已经训甲真好势啊。即马第二点，开始甲你做啥物训练？做真侪异性朋友，因为我感受到每一年大概那咧辩论会，学校所举办的题目咧辩讲高中生。有适合交异性朋友无？每一届咧辩这个问题，我感觉拢真好笑。啊，阮迄班怎规个拢歪辩？大家开始去写作者，因为阮抽到是抽到会杀你的。阮迄班抽到是抽到爱辩讲会杀你的，结果抽到袂杀你迄班，欢喜间咧讲，阮辩论已经赢了，因为大家拢反对。啊，但是。规班了后，拢讲啊，咱若变着抽着，会使你交异性朋友吼，咱这队绝对输甲妥妥妥，因为无法度改变。也毋过，我迄届转甲两个同学同齐去哩，因迄边坐规排，因将袂使你原因讲出来，讲出来，讲出来，讲足济讲，拢总袂使你交异性朋友，结果。我甲阮变的时阵，阮对桌骹掠一只狗仔出来，问老师讲：“老师，请问，咱甲这只狗仔敢会使做朋友？”老师看看讲：“会使哩。”阮转甲问讲：“是安那甲狗仔就会使做朋友，啊甲查甫安尼就袂使哩？是安怎？敢着爱挂弯手挂甲遐重？”你若讲是因为影响到课业，是啥物课业的影响？我感觉评估起来，有甲女同学做伙写字的并不功课并不歹啊，啊嘛无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安怎你哪会要将这个代志甲隔开？查甫倒断查某，啊查某在遐干干叫，甚至我看到阮迄班有的查某，若下课就去摸条啊，无人要甲伊耍。等我若甲伊拍一个招呼的时阵，老师就讲：“迄是恁什么人？用这种帽啊，甲你滴落去。”我讲：“咱族群内底，敢会使教育安尼？大家拢总是好朋友，咱甲无同类就使做朋友，啥人甲同样都是人类，都袂使做伙。所以你连发觉到，对教育开始，一直甲咱教育足济，互你袂当去思考的代志，甚至。”到我大汉，我去一间国小咧做老师的时阵，我感觉着讲，咱的教育实在家长嘛着教育。伫咱的心灵内底，伊所欠的是欠真侪，
欠到现在是每一项不知道要什么回，因为伊敢若所要知影的，父母要爱的是学生囡仔的成绩。伫学生囡仔成绩内底，伊敢若讲哦，我若考100分，我就是真好；我若考真济分，就是真好。伊用这来做囡仔的乖甲无乖，有出脱无出脱，用这来考。有一回，伫我的学生内底，一个考一个题目，都要考10分。伊当伫遐哭，我甲问讲：“这位同学，你是啥乱？”伊讲：“惨啊，我等你包起用公事。”我讲：“老师，帮你想办法好不好？”伊讲：“想什么办法？不能说谎。”我讲：“没有说谎。”我怎啊甲伊个成绩甲摕来，迄张考卷甲改100分的时阵，伊看看。讲老师，我又这都拢唔对，那100分，结果我甲拍一个开根号，第一顶无啊！伊妈妈提等伊了后讲，哦，老师你真够教，阮囝第一届考100就是一届。我讲你唔捌字哦，根号100就是几分，你家己算。好，你若不要饲，你饲计算机也甲你讲。所以伫遮，我感觉这家长是看到啥物，敢若看到讲我的囡仔成绩有分数，几分几分就好。嘛有真侪同学考98分，唔敢转去。我甲讲，你转去问你妈妈一个问题，问恁爸爸讲，爸爸妈妈，我问你吼，2比较大还是98比较大？阿姨甲讲，当然是98比较大。吼、哦，较空的嘛，在这卡塔休卡塔夫修嘛，咱98分较大。也毋过，等于将98分的成绩单甲提出来时阵，我教这个同学讲，你爱甲你妈妈讲，妈妈98分比较大哦。你摸迄大的看无去看到迄细2分，迄98分你拢看无看到2分，安尼你眼睛会问题，爱先看你的目睭看好。所以你伫遮会当发觉到，咱的囡仔咧计较啥物货？计较1分2分的分数，计较伊的分数有及格无？计较伊这个考试考了好啊歹？但是拢忽略到伊这个囡仔，伊的人格有健全无？伊这个囡仔对这个土地会去疼惜无？甚至我妈妈一届。看到人咧家庭访问的时阵，去问到一个囡仔，去一个同学厝内底，伊怎？伊妈妈讲，叫这个同学讲，你去收衫收收咧。迄、那个同学唔知我到位，怎解妈妈应一句讲，啊，人家没有空啦。当我看到这个时阵，我无讲话，伫迄届。考试的时阵，生活与伦理，我特别出一条题目，甲出一条讲：当妈妈叫你帮忙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结果大家拢讲要立即，哈、哦，迄是是非题。当父母要求我们帮忙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立即帮忙。结果迄个囡仔，伊个啥圆圈就是丢。当我甲教的时阵，我即题甲打叉，想袂到伊妈妈过当工，我7点还袂到学校，伊就对我等我，两手插伫个讲，老师，你安尼唔对哦，阮囝这差即题就100分吼，啊你即马甲教安尼则变做欠2分，这明明写这我拢无甲教哦，伊打圆圈这对唔对？你家己看，啥你甲打叉？啊我看者考试就讲哦，这个问题我知影。我嘛无即时甲这个家长讲，我甲迄个同学叫过来，我讲妈妈，家里这个查囡伫遮，我请问你一件代志，你敢知我当时去恁兜家庭访问，伊讲哦，啊，着当时讲啊真准，我讲啊，这个妈妈，你敢有叫你的囡仔做工课，啊，着我带伊叫袂行，我讲啊叫袂行，这题爱对啊唔对？伊妈妈怎啊，提来怎啊转去？
这就是什么代表什么会？咱的人格不是藏在分数，咱的人格是要藏在咱的生活实现里面。咱的疼是要疼在真正彼此三疼，不是用口气讲讲讲讲讲，就是当写出来。咱的互助斗三工，像咱拄则看到辛德勒这个片，当伊咧自责讲。我迄时阵若卖遐尔熬开，我迄时阵来当欠寡钱，啊是我这个表啊若卖挂，连加救几个哩，啊是啊，我那拢无甲救出来。你感觉这个人什么款？我感觉咱每一个人都是欠过这种的心灵。咱将来唔爱去想讲，咱。用偌济物件会当去帮助啥物人？咱从来冇想过，一过来，大家煞变作拢总过家己的生活，家己过家己，煞变作未去思考，嘛未去感觉到讲哇，咱过来是要创啥？咱过来要安怎？过来要安怎？要哪斗三工？别人，这是咱爱去教育，所以伫遮。我常常捌伫真侪场合内底，甲人咧讲，讲哎呀，咱吼爱开始吼来帮助囡仔，会当互伊认捌分数，毋是上重要。用真侪方法去讲，用真侪时间去甲说明，但是甲落尾，每一个家长拢讲一句啥物话，拢讲一句讲，无大啊，即学校考试若考无好吼。阿盖这边啊，生活，这阿盖边啊，吃头路。所以你伫遮会当看到，咱每一个人读册是要为着啥？为着吃头路，为着赚大钱。但是无人像辛德勒安尼，我唔知会当为我国家做着啥物事。所以咱的迄个拢一直去用消灭，一直去用糟蹋掉，甚至。咱的白菜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哪像讲，你不要讲白菜是对呢，你不要讲白菜的人是唔对呢，你若不要歪出来的人是袂用伫这个社会生存呢。所以伫遮个内底，我感觉着讲嘛真趣味。每一回，我若看到我较早做兵咧带新兵的时阵，看到因第一顿咧食饭，我感觉拢都边偷偷甲看。拢无啥物情形，第一日去地时阵，清地半碗，啊，较紧白白，佫较紧来时阵，佫地一碗好食唔食嘛呢？像人咧拜迄种插香迄种诶，啊，我就甲叫过来讲，诶、欸，请问吼、哦，咱咧饭敢会无够？啊，啥你来拢地啊呢？第一桌地较细碗，第二桌就地好咱食唔食唔食嘛呢？伊拢讲，即都阮爸爸甲教。啊，阮隔壁厝边隔壁拢安尼甲我讲，这是虾米原因？敢讲咱的食面无够吗？唔是，是咱因为竞争落去了，咱的物质一直惊着欠缺，一直无去，一直惊是唔是咱的物质生活欠哦？是咱的心灵内底已经欠真济。所以伫九二地震的时阵，我去遐做勘灾，看到一个情形，实在是予我真伤心。因为看到一个阿婆，当我去甲因家看的时阵，我甲恭喜讲阿婆，你食真好康吼，真好命。因为你的厝内底拢总无起起，嘛无放弃。但是我感觉足奇怪，是啊，你的矿泉水那贴甲厝顶边悬，啊，你的迄奶粉嘛贴甲厝顶边悬，你的旧灾品啥那拢贴甲遐悬。哦，伊甲回答什么话？伊甲讲。这拢是我争出来。我讲，暗古人内底遐拢无水他啉，你敢明？才唬人讲袂杀你啊！我大概吼用偌济气力去排排队才排到的呢。我问伊啊，伊大概那食饭拢第一个，啊拢早订伫遐等。啊有当时啊看一顿即顿啊资料歹食，伊就转去啊。啊那好食就带我转去。一个老人，你敢着欠啊济物件？我嘛甲迄个阿婆讲话，讲阿婆，我看你遮吼，
你一天喝一罐，喝到你不爱喝的时候，这喝不完了，你敢不爱本人？他说我喝不完才打算。我说，但是有的人因为无水他喝，生命就会无去，你敢不爱让别人可以喝到水？他说，那没看我不知道。直到一天，当我们好奇的时候，奇怪，这个阿婆每次如果煮好都第一个，怎么一天没出来？啊，第二天到下午，那个里长去看，才看到他家，因为地洞有当时摇下去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又摇下去。里长去看一下，说，要先他家的矿泉水怎么落下来？才叫人家搬起来的时候，那已经地死在里面了。这个阿婆，让他蒸出来的矿泉水怎砍下去，怎在那一天怎没穿开了。更加可惜的是什么？当说他的孩子听到他妈妈过世了，住在天边海角的孩子都从交集回来，我感觉很奇怪，跟问说是怎样你妈妈才发生的时候你都没看的人，现在死去才回来。他们大家都问李长，听说这死去的是这样一百万，当时要领到。哇，实在是，你看咱台湾欠什么东西？不是欠矿泉水呢，也不是欠牛奶粉，是欠咱心内这个疼心。你不知有发觉到，咱的心内底已经无把握真济，一直嫌咱台湾讲那遮歹，那遮尔歹，好像咱台湾那像袂大哩。尤其我捌问过迄中国人，我甲问讲奇怪，恁那拢免做工课，恁都逐天都伫公园咧吐鸡子，伫遐咧惊鸡，伫遐饲鸟啊。我即个甲问讲，贝贝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伊讲我在公所里面。结果伊甲讲，你在公所做什么工作？伊迄个回答，我实在唔知要哪回，要哪甲听吼。伊甲我讲，我以前在公所里面担任的是拉国旗的。我讲什么拉国旗的？你的工作就是拉国旗这样子哦？说对啊。其他呢？其他就没有啊。我说你一个月领多少？哦，那个不多啦，就四万整而已啊。我听起来我讲惊死人啊！这叫哪会使？拉国旗啊，一个月过四万块，可以拉国旗。伊那还叫我这专业的来救，我救我做好个，我伫遐顾。那落雨我随甲救来。实在这安尼四万块，请一个拉救国旗，真唔知变哪去看。要唔过，等我甲讲，你去路个看看人咧卖玉兰花阿婆。我甲问讲阿婆，你这一个月用卖偌济？伊讲，伊若较骨力卖时阵，一个月会用卖千五块；若歹天无人买时阵，有当时啊几百块呢。我讲生意好无？伊讲真歹讲，拢总是爱有贴心的人在甲咱买。所以伫遮你会当看到中国的教育，是一直要甲咱台湾人心内这个财产，本来藏伫咱心内这个。在乎要甲咱学了，本来咱拢真有疼心，伊甲咱教讲唔通，甲你管好就好。本来咱的心内底未甲人竞争，即马咱应该爱去甲人竞争，这是咱最可惜的所在。所以伫中国内底有一篇文章写出来，当我看到这篇的时阵，我讲这个国家应该是未用。应该是一个真土匪的国家。那篇文章就是在写到说，在这个中国有一个省里面，一个小学，他在表扬一个老师。这个老师是谁哪来给表扬？这个老师就是为了学生，无顾着用他的肉体去陪人睡，陪那个党委书记，这样叫伊捐寡钱，予一间学校，学校学生囡仔会当得到这个物资他教育。这个代志一旦
被发掘之后，因为媒体就将这个老师的过程甲发布出来，讲哦，你看咱，哦，因讲你看咱中国这伟大，有这种人呢，别国拢无呢。但是这个媒体记者，伊唔知去想着讲，这是咧侮辱恁家己的国家呢。恁的教育经费就去靠老师去操纵，这个国家敢会用？绝对失败。这个教育经费就去透过这个老师去牺牲掉伊的身躯，啊，让学生囡仔得到教育经费。我讲这间学校实在讲的是，这个国家是用真歹，非常未得的学习。但是当伊流亡到咱台湾的时阵，伊嘛要修行，甲咱教育像安尼。教育出讲，咱有真济真好的人哦，这老师拢圣人，所以用着师铎奖。我坦白甲大家讲，我看到得到师铎奖的人，我才无一直用这条路去行，我才袂放弃这个教学的这个工课，因为我看到师铎奖的人，什么人才会得到？你认真的人做会到。你逐天为着学生囡仔来个免费个教功课，你方面，伊讲安尼破坏着这个规矩。当你用你的贴心去疼惜你的学生囡仔，你家己的囡仔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，你免做介遐好，安尼阮家要安怎？当伊安尼讲的时阵，伊规工咧创啥？规工敢对着校长的边啊哭哭死。校长来上班，伊就甲开门。甲乔伊啊，这种人得到师铎奖，所以这个奖吼，实在讲诶，若有得到的人，我甲你恭喜；啊，若无得到的人，你免怨叹。这个奖无啥物稀罕，我感觉咱爱对家己有一个肯定，咱的好是咱家己知影。所以伫遮讲遮侪。可能咱的真侪人开始嫌咱台湾真无好，真无好。但过伫我的心内底，我感受到，我一拍火虽然是真细，但过更加黑暗的所在，咱每一个人一拍细细火，你若愿意甲点落去，这个光明就到位。不管这个黑暗是暗甲真暗，看无路的时阵。你若愿意将你心内一把细把火，你甲点落，虽吼，刚才是一支真细蜡烛，你甲点落去，我相信黑暗随无去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看到，伫咱台湾唔是遐歹。当我看到日本人来到咱台湾，伊看到这个迄、那个塔塔家，伊爬到三千几公尺的时阵。伊伫遐流目屎，讲你是安怎？你那咧哭？伊讲我吼真感动呢。我讲你感动啥？我竟然吼有他爬到地球表面三千公尺以上，我赢过偌济人呢？你甲想全世界要爬到三千公尺的人有几个？无几个。要过咱台湾用车驶得就到位啊，过遐尼啊水。就是伫南投的玉山塔塔家，你伫遐看的时阵，你会感受到讲，咱这个山是遮尼啊水，所以我嘛伫遐有付出一段真好的感情。我当我看到因迄原住民的囡仔，伫遐咧唱歌，一直唱一直唱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唔是咱要去甲伊斗相共，是要帮展览，因为伊予咱看到讲。生命，咱心内底真正欠的是啥物？绝对毋是物质的生活。所以伫遮，我要来邀请咱大家欣赏一段。即几年前我伫遐录的，我每一期来甲大家做分享的时阵，我上意爱就是分享着这段影片。这段影片是囡仔因唱因。布农族的语言甲唱出来，叫做台湾妈妈。当因咧唱的时阵，
你会感觉讲奇怪，这个歌声的配音无安怎？但是你偷偷甲听，你会发觉到哇，伊这声是太水了。当因还未得名的时阵，你会感受到讲，这个歌可能无啥物好听。兼顾因这经过一个过程，咱听了，我来介绍这首歌的过程，你会知影到咱台湾真正是遮尼啊水。咱来听这首《台湾妈妈》，伊是由东埔国小的儿童合唱团吼，因家己组成唱的。差不多十几个囡仔唱这种歌声，这是全世界可能敢咱遮有尔。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
差不多二十年前，我伫遐甲因做伙时阵，迄时阵单买着一台 V 八，啊怎啊四界落乌白落，想讲即落起来不管有效无效，反正就是先落，啊无买即台在要创啥？所以当我佫甲整理出来时阵，我发觉着讲，哦，因这歌声毋是一般的，伊这歌声是伫台湾真正咱台湾，这是玉山的宝藏，是咱台湾即马内底，咱拢该看清，认为讲这可能啊，这无好听啦。人迄即马个歌星吼，实在讲诶，我若听着即马歌星咧唱歌吼，我敢若过冬天拢会那中风的型，足奇怪，就是爬未起来。这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着讲，咱无去个重视的物件，但是这偌价值，我甲大家做介绍吼。当因两千年的时阵，因迄时阵讲要去个台北市比赛，甲台北市儿童合唱团全台湾的中小学拢去比赛，因嘛去比，但是因比落的时阵，竟然输去。这个校长跟他们说，咱不是输去，实在是那评审没够跟他们说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没灰心，他们怎么又去泰国，那个是国际性的比赛，国际性只要你如果愿意来的人都可以去比赛，很多国都在比赛，所以那评审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刚抽到最后一队，他们说那评审评分跟拢用要困去啊，用要困啊！讲我肯唱唱的好啊，恁我知我分数拍好啊，免唱啊了无要紧。结果因这队唱出来时阵，所有的评分的拢精神。听着讲奇怪，哪有这种声？咱唔着注意无？迄一个评审，甚至迄个世界三大男高音，迄、那个杜明五先生吼。伊捌来到这个部落，来甲因讲讲，你唔通灰心，因为全世界上界高的声就是四部。你若看咱咧唱歌有才调，唱到四部，迄、那个乐团是非常的无简单。因故咱知因唱几部无？因唱八部，全世界八部和声就敢咱台湾有尔，所以真侪国际。音乐家拢来这个部落啊，来甲因看，来甲因看，讲奇怪，恁是安那训练，安那有遮好的歌声，是安那训练出来？因嘛真谦卑，因讲，阮敢那向大自然来学习安尼尔，阮本来就安尼啊。所以伫遮，因一届伫两千年，拄啊阿扁总统上集，拄啊洪邀请去伫总统府唱。想袂到，因唱了后，各足侪迄个元首吼，有真侪迄小国家的元首，听到咱这个歌声了后，啊，登去联合国也是倒位吼咧开会，怎听到，怎底下拄到克林顿总统，怎甲克林顿总统讲，无彩你咧做美国总统，你无法度去台湾听迄八部和声。这世人你无听到，你口讲，可能是安尼甲讲的款。伊讲哦，迄声是足好听哟、哦。想袂到，克林顿总统心内可能嘛唔甘愿，怎讲来？我邀请恁规团来我美国白宫演唱。当伊嘛唱这首唱了的时阵，这个克林顿夫人怎甲伊问讲？我请教一个问题。恁国家一年是百偌济经费甲恁训练？多一个戆囡仔甲讲没有。我讲这倒来可能用修理，但是迄个囡仔讲出来讲没有。相对，这个克林顿夫人怎甲伊讲讲啊？无安尼好无？恁怎留到美国，我甲恁训练，成做完美国的。一个保障，想袂到，我感觉这阵囡仔真勇敢，就是拄只影片内底有一个红婴啊，大汉就是像迄个胖胖的迄、那个肥肥迄、那个吼，迄、那个怎
真直接甲克林顿夫人讲，是安怎？阮台湾优秀的原住民，就爱来甲恁美国，是安怎？阮就爱离开阮的故乡，来甲恁美国。阮袂来甲遮，阮要到阮的东部，阮的故乡唱歌，安尼就好。当伊讲一句话出来了，克林顿夫人马上改回信的讲：“真歹势，我不应该将恁台湾遮好的物件抢过来。”我相信咱听到这句话，咱台湾所存来物件尊严，可能爱向因学习，因为因感觉到咱会当留伫台湾的，咱爱疼惜台湾。唔通卡大伫台湾，他开咧想外位，所以当迄个校长，伊嘛真勇敢，转去讲讲，阮只有将台湾玉山的声唱予全世界去听。我嘛一直好无简单，经过二十年后，我嘛去找着伊，伊即卖伫罗纳国小，我甲讲讲，唔知有这个机会。请你来阮的现场唱给阮听。伊讲伊会安排。我讲啊，无安尼，你先来。阮最近咧，甲伊约这个时间，要来阮的殿中。